再来，如是诸安，那就是讲，像这款违背古代大地，这是外物。这是因为外物，那无法度传播，空气这个不能进，难看破。所以，修庙吼，叫我吹哦，你是吹不掉。另外就是，你若有法度，家己的心抓会起来，安尼吼，你着所谓去到什么所在咧，你着有法度拢抓起来。这讲的意思，你了解吗？你要去对待希望，这世间拢无属于你吼。啊，你也无法度哦。我这世间完全无属于。我什么时阵会当这世间完全无属于？啊，就是你家己的心也无属于，你就去到对拢讲无属于。啊，你对吗？这个念是很重要的念哦，而且还是加省精神、加省时间的哦。你若不知道它的重点是在这里，你一直向外面找那大量的回，你说你是不是找不到它？而且这大量的回，你是不是对找的？不止困难，而且还是不可能。对吧？有咩困难嘢啦？佫是无可能。啊，所以我那是安那较简单吼，就是你的脚底潜伏，这上简单啦。啊，而且是绝对有可能。而且这个是有机。像你我班的原因就是咩吼？因为咧摄影机过来当全国来的，因为我看这几个部门意思，我无跟他溜，你看的全国来的，看的。这文是真文言嘛？我们是爱。你若讲有诶较无读册吼，较毋捌字诶，遐会看无。所以我用我咧较浅白诶解说，大家听啊，大家都听。你要期望这天下太平，啊，到啥物时阵咧顺天下太平？啊，到你诶心天下太平，你去较对着天下太平。这比喻你讲有够哇！你的心内无天下太平哦，你去到对都袂天下太平啊！正像我有看到报纸讲，为着要大家，为着要向这国家社会啊抗议哦，卖希望这世间卖遐乱哦，啊结果去自杀哦，为了表现。对，表现伊的迄、那个，我对这对国家社会这种爱心哦，当然那是真有爱心啦、啊、吼、哦。因为每一个人伊的接触的，那么是讲伊，那么伊感觉伊真有爱心啦、啊、吼。但是，你用自杀的迄个方法来抗议哦，来表示是不是？这有一点愚痴啊！啊，结果伊要来抗议，用自杀来抗议，安尼够我懂嘛？代志解决，够我懂。啊，嘛是同款安尼啊，一主啊都无变着。所以无可能的代志哦，你唔免强求，安尼了解了，那都无可能。无可能就是无可能，
你都无当去找遐大地陪吼，而且吼，而且会更加苦的吼。有一句话讲吼，白白你食苦，啊苦嘛爱苦有底嘛。虽然修行是爱苦无，但是吼，人咧苦无嘛爱苦有底啊。你活活结果无目的，啊无结果，安尼你活毋是白活呀？所以白活的苦叫做啥？叫做无意义的苦恨。有在那个时阵吼，有活得吼，伊嘛是讲伊要修行，啊，就伊无要到离苦得乐。啊，就去修炼苦行，结果愈修愈苦。啊，那愈修愈苦，啊，就无结果咯。所以无结果的苦行叫做无意义的苦闷。啊，是安尼来，有无结果的苦行，爱在拢找唔到所在去。哎，向外吹，我要吹唔着所在。原来吼，什么的苦恨才有意义啊？就是，咱脚底家己穿鞋吼。啊，这个刚刚都好做的吼。啊，你唔知当打到对了未？都打伫个腿顶，唔知袂跳这破卡袂平插着。啊，现在咱要用回来看破卡，啊，这破卡无平。啊，唔像讲吼，要找一块腿，我来当把这破卡弄中间安起来，啊，你打到底吼，拢会平。所以上简单的就是啥？上简单就是家己脚底穿鞋。啊，即款阁做会到，啊，阁绝对有法度救起。过来，大家有时足想要找净土对无吼？啊，什么时阵是真正找着净土？安尼你就要知影。就是你的心若是静吼，啊，就找到净土，啊，就去到底拢净土。啊，甲这比喻是同款。啊，你讲净土是伫底啊？因为免坐吼，免坐啊，安尼讲到底是不对吼，唔免坐，你个看这比喻，你就知影是对啊。你对佛法，你是要确信，确信就是安尼，这个确信，安尼才叫做尽信三宝。这段这个例子写了很好，我重复看几次，我问我这实在这个比喻写比喻了很好。这引申的范围太广，我再讲再过来，是不是讲，啊？你外头你拢爱管，你反正袂白事，外头的代志，迄个交无关的，反正我心白就好。这起来先让我做个人，恶有情如虚空，空就是无边吼，足侪你都受不了。啊，你那有法度全部把含好钱啦？那有可能啦？啊，重要就是啊，重要就是咱内底这个心理啦，我都含有。安尼吼，你去到对个外道拢无敌人啦。所以有人讲，古语说了吼，
修行所谓是将相所难为，是大丈夫式。你带兵去打，打败敌人啊，结果哦，敌人打败了又增加一个敌人啊，哪一个敌人？所以因为我都平了，你降服自己是最大的敌人。以皮肤此地哦，啊你想要用皮来看破它，啊，让你打到底，拢打伫个皮顶高，白去擦掉。安尼皮是要过皮啊吼。那，干那一种方法就是，让你打到底，打到有，干那打伫个白个皮顶高，啊，就是用家己穿皮啊吼。啊，所以哦，打他对就跟他打连，有点广，哎，破的牢固于切地啊！不是诸位，我外口物件你绝对无多，哦，遮尽啊，只有遮哪里才能遮尽啊？家己心内厉害起来，啊，所有的那个物件都拢掠了。因为你去跟对，拢跟对头有关的，拢嘛跟你家己心有关的。啊，我这工作的两个心里这地方无看马劲吼，你爱河南无看马是相对的吼，好一点。你就跟咱想的吼，所以咱嘛爱叫加减啊砍嘛，砍偌多算偌多。迄就是归向的意思。归向讲啊，咱都已经做到啊，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对咱安尼做，这个归向，归向的意思。会有会艺术哈，现在我会用火的艺术，我来讲的内容就是回事项。意思来讲，你若是讲伫外口的事项去吹，啊，想要甲看无看，那是无可能。不如哦，道理伫个底开始，也就是伫个心咯，啊，就是伫个家己咯。家己若解决吼，啊，一切都拢解决了。所以，
思想里面，不是向外找，你修行你向外找，外加需要不得大，这个是不正大了吼。但是吼，更加大的需要你要注意的吼。我来想大需要吼，里面内底。你讲是咪内底这需要上大？那当然咯，你要打到底，那个当未辛苦，对不？未苦过，啊，当然是要家己要先解决了，无负担咯。你外口，你一定要想要把这大地铺平，哦，结果吼，你脚底拢无穿过，啊，你嘛是用鞭啊，你嘛我都打到底拢平。一定我哪有你打袂平的所在，啊！你够有脱裤，你够有脱裤，都无嘛。所以无境界，你知无？所以你若要去外口起步，绝对是袂境界。先注重境界，有境界了吼，咱再过来讲方便，安尼有道理啦吼。什么是境界？你爱乎你大家对拢白，迄就是境界嘛。啊，结果你向外找，会境界未？未境界嘛？有无可能啊？无可能到安尼哦！无始劫以来，安尼不停的做到后来，有没有结局啊？没有结局。啊，没有结局的这种苦，永远的苦，你敢会使教啦？你敢会使用这个方法去教啦？你绝对袂使用这个方法教啦！你若用这个方法教人，那个变成颠倒去啊！所以咱咧讲颠倒，迄见颠倒就是直接颠倒的。像那我讲咱见是颠倒的，啊，就直接颠倒的。应该是伫内底去叫你向外找，啊，毋是颠倒去啊。以后你若看到迄佛学名相像颠倒见，啊，你就知影菩萨叫做颠倒。像有个人问我讲，太奇怪，我都安尼这么认真咧做功课，不难排吼，啊嘛念嘛吼，啊会用嘛，用啊唔知伊会用去倒去，知影？啊，那个心拢未静，那个拢未快活，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啊吼？啊，主要原因就伫遮吼，因为你不唔着所在。啊你。你不用的所在，你就是不归家嘛，是同款袂清啊。但你不的所在，才会算会清啊。啊，你就爱用这个方法去教人才对啊。你看这款的方法吼，佮刚刚吼没有白痴。因为了一丢丢啊，还空交也没进来。你们希望空，想空还有简单的嘛？大家都麻的想的，这无一个例外的啦。啊，你个有简单，当然你嘛是爱知影所在，爱找着所在。你才会空到唔知影人哦，啊空到唔知影人都无多了空。啊你！你唔作衰，你这件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是啊，一叫来对，一个皮破黑，但我哩
可以不如啊。这关我不是笑嘛，这非常的，这非常的不难的啊。啊，恁若感觉讲这个不断大，啊，我就知影讲恁感觉大是大一堆啊。恁讲这啊，咱有大无啦？看到刚刚这个比喻是很高好，这比喻一出来吼，啊，就拢啥物拢免争啊，你知无？你就足清楚啦吼。所以就是咱安尼做会到啊，伊当然吼，嘛是安尼，啊，你拢做到啊，所以到尾吼，有时甲大地铺平吼，是吼，吼每一个人吼拢脚底会穿，会当穿。啊，那唔只是究竟个啥方便嘛？你讲哎，啊，那已经穿着皮啊，啊，那希望每一个人嘛拢会当下底穿，啊，那唔是哦，大家对拢是来平。啊，无你要当希望这地会当平啦。所以修养是不是叫个问题？甲境无关嘞，完全怎啊关嘞？都拢完全拢是你的心的问题。有一个我要去开个戒律研讨会啦吼，讲啊，咱即马这个时代吼，迄拢无同啊，啊，这戒律是咩信号的吼？就讲着讲，啊，即马后车吼。啊，佫有信用卡，哦，啊，刷嘞佫有迄个手机，啊，佫刷嘞佫有电脑，啊，那这样的奢侈品，哦，那时间啊，到底是要用啊，唔用啊，吼，啊，恁讲嘞，恁讲要用啊，唔用，都是迄关嘞。那所以，那个刀啊吼，刀啊起来会当杀人，啊刀啊起来吼嘛当救人。啊，我之前我开医生，我得靠刀啊，我得养刀的。啊，是不是刀的问题？啊，都是刀的问题，这大海无关的。啊，那你唔知我都。有回事项目，你要为了家己做会到，爱希望大家拢会当做会到，这个究竟较方便嘛？这个规模，这规模真正意思就是安尼，刷咧吼，阿哥，哦，没想象到意思就是讲，啊，是不是我病人啊，你无病养病，啊，那你心肝又无啥好，啊，那你心肝无啥病。是不是我白了啊？我白了，你有白无白嘛？去，反正我大家都会拢白。啊，你无白嘛？去，啊，你无白嘛？去，你个情况嘛，还佫无白。佮不是安尼哦，你着希望咱白啊，大家来。